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啊。今次草月流的课堂咧，其实我就做了这个作品啦。咁啊，作品咧就是草月流的花道啦，就是、叫做 Kalemono， 就是枯干咗嘅花材啦。Kyohaku Hanazai 即是说一些漂白了的花材，或者是 Chokusoku Hanazai 即是一些着色了的花材，加一些新鲜花材去做成这个作品。用的材料呢，绿色的长条就是石化柳，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颜色的，秋冬色就是呈现棕色的，日文就叫做 Seka Yanagi。 另外就有风轮花就是 Pink Cushion， 还有一些漂白了的一些树枝，做出来的作品就有这个效果的。这两幅其实就是我老师做的作品，我也希望带给大家看看老师做的这些精彩的草月流，因为真的很漂亮，老师做的这些作品。其实呢，即我想大家知道插花就是要落水啦，但也呢有时干燥或者是破裂了着色了的花材，它可以做到一些效果是新鲜花做不到的。Hello, this is Dr. Serena. 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Japanese Ikebana work. It was collaborated by the dry bleached color flower materials together with the fresh flower materials. Sometimes the dry materials can outstanding some of the design, which fresh materials cannot make this.皆様、セリーナ博士です。今日の作品は、いけばな作品は、枯れ物、脅迫花材、直色花材と新鮮花材一緒な作品です。花材は、石化柳、有石化柳的这一种绿色的植物啦，其实呢不同季节都会不同颜色的，夏天的时候呢它就会是绿色啦，近秋冬就会变棕色的。另外有风轮花啦 Pink Cushion Sonohana no Namae wa Pink Cushion， 很漂亮的红色的风轮花啦，还有一些呢漂白了的一些树枝的 Sonohigai wa Kyohaku Hanazaiそれで一緒な、どうですか？咁啊，呢一個作品咧，係亦都呈現到咧一啲即係著色咗嘅花材咧，佢可以突出到嘅一啲好靚嘅狀態。希望大家中意啦。I hope you like my Ikebana art. So if you really like my work, please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或者介紹啲朋友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好啦，咁下次再見咪得。今度呢，即係ご覧ください。